赢咱喽！稍微的等待一下，爸爸妈妈，让爸爸妈妈把手边的工作弄完，那就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家。孩子在这边，我想说安全，因为我们有一些职工来协助，然后他安心舒适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，等待恰当的父母或者是在这边上班的爸爸妈妈，然后要带着他们下班前的一个准备。